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明天过后，天降大喜，接二连三发横财的生肖，属鸡的人，他们是温顺又善良的人，一点坏心思都没有。平时他们对人很真诚，很善良，只要有人需要帮助，都会伸把手。这样的人肯定会有不错的人缘，在生活中，他们的责任感很强，能够认认真真去生活，不浪费大好时光。在属鸡的朋友们眼里，生活都是不容易的，却不能因为遇到困难而放弃，必须坚持到底。到明天后，属鸡的朋友们即将得到三台星和一马星的帮助，使得个人运势好起来。在未来一段时间里，大家犹如获得生机，能够勇敢地拼搏，获得财富与官职，得到了功名利禄，说明已经获得成功，只需要守住就好。属蛇的人不仅有着十足的干劲，而且在人际交往中也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，与身边的人友好相处，赢得大家的信赖和友谊。依靠贵人的辅助，明天后将会走得非常顺遂，求财顺，事业顺。当吉星天贵入运之后，更有望横财就手，提升身价，顺利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。明天过后，属猴人财帛宫有天才贵人和霞红贵人的照耀和帮助，他们大运势降临，来福来喜又来财，他们求财易得财，求富贵易得富贵，事业生意上能轻轻松松挣大钱，说不定不经意间还会有横财入库，富得流油。生肖猪是一个很有福气生肖，尤其是明天后开始，他们的好运不断，好事也是一筐接住一筐，不仅在财运上非常突出，生活上也是一片祥和。而明天后，你们会指名道姓地被财神点名，不管是你们出去求职还是自己做生意，都会有不错的收获。所以属猪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哦。明天过后，属牛人因其命宫中有德西贵人和天喜贵人相助，他们届时不仅钞票如雨皆不赢，而且在财神爷的帮助下，赚钱的门道上又多了很多机会，事业能达到人生巅峰，财运上也能大赚大发，横财大奖小奖不停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一生前最多的生肖排行榜，很多人都相信人的命天注定，能不能发财得看大家有没有富贵之命。对于十二生肖来说，并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有大富大贵的命运，不然全世界都是有钱人了。想知道最有富贵之相的是哪几个生肖吗？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。第一，牛肖鸡。牛肖鸡的人最有做生意的头脑，对于财运，他们一半信命，一半信自己，从小就表现出来的生意头脑，让他们在众多人群中脱颖而出。生肖鸡之人特别心细，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情，曾虚心请教任何强者。在这个物质的社会，生肖鸡的人为最强生存者，努力过后，财运滚滚来，一生坐拥豪产，
通常由贫到富的过程最耐人寻味。第二，生肖狗，牛肖狗之人近日运势不错，财运也有突飞狂随之进展。他但大多中年得财，余年少多闯进一族，没有可好家境的帮助，肖狗力显得更加独立自主，更易吃苦耐劳。在生活中，好友最多，忠诚者也最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肖狗的财运也逐渐增多。人总要历经苦难才懂金钱的可贵。第二，生肖马，生上马之人幽默大气，不爱与人计较，为人洒脱自由，较能得到大家的肯定。即使目前过住贫穷的生活，有朝一日也定能大展宏图。他们拿得起放得下，生活给予的挫折和磨难，肖马一并通吃。难得可贵的是冲道的怕心，这也注定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。通常36岁过后，生肖马的人会放手一搏，创业机会颇多，更得贵人帮助，守得住财富，更做得了富翁，而后富甲一方，得万人羡慕。第四，生肖蛇，生肖蛇的人一生较为平淡，可也算幸福美满。虽然没有腰缠万贯的机遇，可对于横财运却个个都抓得紧紧的。早年的蛇儿们容易意气用事，做事欠靠炉，因此错过多种发财机遇。然而上天对他们不薄，虽无大财，可横财运足以让其不愁吃穿，一生不用为金钱发愁，也算是好命吧。第五名，生肖虎。生肖虎的人按理来说，这个属相的人对金钱不是很在意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，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，重视精神大于重视物质。不过人家越是不在乎金钱，越有很不错的财运找上门。生肖虎的人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，但是因为没有太强的理财观念，不懂得存钱，年轻的时候过得非常艰辛。不过到了中年以后，有了经验，懂得存钱和理财，晚年就能富日一方。第六名，生肖兔。生肖兔的人，这个生肖最擅长交际，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所以人际关系非常不过，这一辈子几乎不用为赚钱而苦恼，财运非常不错。不过生肖相的人但消费也很高，喜欢购买各种各样的奢侈产品，每一件产品价格十分昂贵，经常会入不敷出。结婚之后，生肖兔的人们终于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，开始慢慢积累财富，晚年可以富甲一方。第十名，生肖猴。生肖猴的人，这个生肖天生就有天贵星庄佑，经济上很不错，带动一生都有好的财运。这个生肖的人头脑很聪明，又懂得优人打交道，很多朋友会推荐赚钱的方法，再加上正确的理财方法，想成为有钱人值得不难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